某啲立法會議員咧，佢係好對人不對事嘅嚇，純粹就係因為佢唔中意行政長官啊，或者或者唔中意我啦嚇，咁所以咧就採取咗某一啲嘅即係反對嘅態度咁。呢啲情況幾時會完？佢話唔樂觀，但希望最終有個了斷。有关行政长官普选的产生办法的方案在立法会进行了表决了，无论是成或者败都叫做有一个了断，希望到时呢就因为政改问题而引起的不合作运动可以告一段落了。羊年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我最近想到一个字，就是个和字，即是我们真的要更加多的和谐，同埋係要即係和衷共濟。